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米恩 TV， 我是丹尼尔。今天又是吃全家的时候喽。今天我们有菌菇论蛋贝果堡，是长这样的。它中间呢就有这个菌菇啦，还有起司啊，还有这个法式菌菇起司的这个拼呢，就是长这样的。它有个蛋呢在外皮的，还有中间呢。也有很多材料哦，还有这个清蒸鸡肉的意大利面，还有这个红鲑，这个贝果的里面呢是长这样的，看有这个菌菇哦，也有那个起司，当然还有嫩蛋哦，所以我先吃咯，拜拜。